我米是吧？我去打螺丝还给我米嘞。我听话，厂里面都要这种听话的人，知道吧？开心就好。哎，真的，在厂里面啊，他叫你去干这个，你去给他干了，他就需要这样子的人。我现在我不想去经常。哎，气啥了啊！你分儿并没刷，你还气，过分了啊，豆主！啊，你骗我，你还生气呀、啊？搞得像你给我消费一样。没意思。搞得像你天天给我消费一样。哎，我的，你们这现在回去的话怎么回去啊？啊？地铁。那地铁十一点关吗？地铁十二点都有吧？十二点都有吗？对啊。我以为那时候没有了呢。如果你们要回去的话也可以回去，再玩一会儿也可以，再玩一会儿也可以，逛一会儿吧，逛一会儿。我还担心你们啊回去回不去，如果坐地铁的话。看好地铁了呢。我不能啊，拉着哥了，每天都进来叫我这样子，小林都整害羞了，小林都整害羞了，我哪里天天训观众呢？过分了啊！我哪里有天天去训？真的是，天天观。那能力，我有那实力嘛，我有那口才嘛，啊，我天天卑微的被粉丝欺负，粉丝天天骂我，啊，我都拿他们没有办法，真的，啊，但是人生无常哥，我只希望啊，尊重任何一个人都等于尊重自己，这句话没毛病吧，人生无常哥，啊，如果你觉得这句话有毛病的话，那我也没话说，是吧？其他的话我也不想说。我觉得大才可能不想吧，能挣个一两万就不错了，真的，有个生活就不错了，不是。可能是某个观众，不是所有的观众，每个人他都不一样，每个人的看法，每个人做事的方式他都不一样啊！不要把所有人的观众都圈成一个观众啊！一个月一两万，哎呀，那是在做梦啊！那咋了哥，你这都不知道啊？啊，我那是在做梦啊！等我梦想成真了就好了。是吧，拉倒了哥。实际也不要大网红啊，直播间嘛，能有个几百人，有个好一点的节目的话就有了。进场来不来？
过分了啊，那咋那个？那小宝贝给我过会儿嘛。算了，你们都不欢迎他，真的，你们都不欢迎他。来的时候都挺期待的，来了之后啊，让我看到了，不是那么好。我自己满足了就好了，你们不满足就无所谓嘛。我自己满足了就好了。我自己满足了就好了，我觉得挺好的，是吧？我自己觉得，我至少见了小宝贝儿一面啊。我也说了，我从来没有去骂过任何一个人啊，除非你确实把我逼的，我要把你拉黑的那种情况。要不去看一下那边那些主播吧，顺便去看一下能不能再卖一点。小青蛙呱呱呱，小青蛙呱呱呱，小青蛙你拿着吧。它肥的一个青蛙，然后那个青蛙肥的。没事，拿着玩都可以。肥的一个小青蛙。拿着玩。我没有，我今天卖了12个青蛙。兄弟们，今天卖了12个青蛙。路口二支三大招牌，有去乘坐和我们一起聊。一个青蛙赚多少嘛？一个青蛙5块，大的10块，卖了几十块钱嘛。接近100块吧，就这个样子吧。妈，不去蹭牛肉城的了，蹭不到啊，蹭不到啊。好品，购物到北仓，北仓一品新款正式到。这里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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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几百人，除非他下播往你直播间甩，不然的话你来不了几百人的。别想了啊，可乐。要买青蛙吗？他是把我们当游客了吧？蹭不到的不要硬蹭啊，没办法。40个，对，我差不多今天卖了10几个，11、12、13个嘛，反正还有还卖两天，对呀，还卖两天就差不多要换其他直播方式了。那你还穿青蛙服吗？
可以穿，也可以不穿。那你又要换地方了？不换，不换地方。反正看我怎么播吧。对呀、啊，你可以去跟那刘志成互动一下，跟那个帅哥互动一下，可以。走吧，走走走，在前面走去看一下，跟那个帅哥。我有一个